全部跑不准备妥当，八场三班二千。我哋一开闸嘅时候，神龙区好快闸我响埋边啊，咁再见到中档位置君文宽就走咗上去，最初咧黄衫嗰只就福多宝嚟噶，咁中档第四位关键时机就红衫红帽嘅，响埋边有文武传奇啦，外边美丽欢欣啊，粉红就亦都上咗少少嘅，尾三位置有呢只就安城啊，尾二橙衫天外天，咁啊暂时殿后咧系嗰只快益线嚟噶。好啦，咁啊接近呢个对面直路头啦，咁啊前面带咗出嚟噶嘛，系君文宽放头跑啊，咁跟住第二位咧就系嗰只福多宝啊，再见到第三位响外边位置就美丽欢欣啦，中档第四位红衫红帽咧就关键时机啊，内栏位置出闸快嘅神龙区咧就跟住内栏带咗第六度啦，因为外边安城走咗上去啊，后边嘅三只文武传奇啦、橙衫、天外天啦，暂时包咗落尾咧，依然都仲系嗰只快益线嚟噶。好啦，跑到去对面直路嘅中尾。咁前面都仲系君文宽咧就放头嘅，跟住第二位有美丽欢欣啊，咁第三位嘅马咧有呢只咧就福多宝啦，攞咗埋栏，跟住第三位添，第四位外边系安城又红衫白帽啊，再后边嘅马第五位红衫红帽关键时机内栏，第六位神龙区后边三只就文武传奇天外天包咗落尾，仍然系嗰只快益线嚟噶。好啦，咁啊转弯中间啊，前面就君文宽、美丽欢欣，咁啊福多宝、安城第四位、第五位攞出去外边咧就系呢个关键时机最出仲系文武传奇内栏尾三就系神龙区尾二咧，马林后边啊，橙衫天外天啊，包咗落尾白臂姑咧就快益前啊，入正最后直路，咁啊埋边啊君文宽，外边安城一鼓作气冚咗上嚟，再见到后边嘅马橙衫中档天外天，外边位置咧仲有呢只快益前亦都冚紧上嚟，马林中间咧红衫红帽绿色就仲有关键时机啊，兜到嚟最后百零米，埋边安城占先，中间天外天打咗上嚟，外边位置仲有快益前，最后一百米到中档天外天透出，外边快益前追紧佢。埋边安城接近终点，天外天中档一路压住快益线，第三安城，第四系关键时机啊！咁啊，结果呢场赛事呢只天外天前中段佢系贴栏噶，咁啊响个马冧中间咧就稳位追上嚟啦，外边冚有快益线，咁啊至于第三名咧就系嗰只安城都俾人掟甩咗少少啊，早用咗啊，第四名嗰只关键时机。由天外天啊，咁啊博件事啊，帮大魔嚟 no win 啦，咁啊十一倍啊，最后第二名咧有嘅快益线喎，咁啊后上啊何铭年谂翻第二、第三名咧就系六号嘅安城啊，史卓峰，第四名先系爆嘅关键时机莫雷拉。弯位嗰度后边啲马上晒嚟，所以直路其实追起上嚟就可以好快就可以扑到上嚟啦。君文宽放头咁长，有啲怪喎。好，即刻睇下第八場嘅巡邏影片啊！頭段頭嗰幾段都係咧，放得幾快嘅。咁一二嗰對馬天外天同埋快益線咧，頭段咧就係唔同你哋搶啦，縮咗落個包尾度，咁啊食咗個形勢啦。前邊咧君文寬都變咗變招啦，可能之前咧成日都唔得，咁啊放喺前邊啦，希望做任我行啲嘢啦，結果都唔得嘅。咁啊跟住佢埋咧就福多寶黃色衫啦，中路位置關鍵時機第四啦，咁啊內欄就神龍區啦，走外搭就美麗歡欣嘅，尾四位置就文武傳奇，尾三咧就安城，咁啊包咗尾一對快益線同埋天外天。早段又冇乜馬鬥搶嘅。咁啊，睇下君文宽啲手勢啦，其實佢都係想出咗嚟攞一條欄壓個好位，然後希望出邊有啲馬冚埋嚟俾個遮擋佢。咁啊，結果壓咗欄啦，但係出邊就冇馬走上去俾個遮擋喎。咁啊，結果就自己帶埋頭。咁啊，放嘅時間就偏快啲啦。咁啊，頭三段就快咗秒四左右嘅。咁啊，第四段叫做慢翻少少。咁啊，本身放頭就唔係佢啲應有跑法㗎，咁啊，所以輸咗都可以當係冇跑過嘅。咁啊，依度就美麗歡欣先慢慢走翻上去。福多寶早段就曾經沒有遮擋來的，現在才是叫做攝回埋欄就回個遮擋，繼續守好位就安城而有遮擋，莫雷拉跟著後面都攝得不錯的，頭馬起邊就沿途貼欄坑住的，入到直路才慢慢在這個馬房中間捐上來，快益線就包尾添，步速足夠了，所以後續都不太吃虧的，現在都是包尾那對馬穿 Q 回來。其餘馬匹文武傳奇就轉彎走了，今天但是走不起，安城就入直路很快出了來先，回來都鬥過一輪的，快益線就在外面衝緊，頭馬就在中間紅衫走一隻，神龍今天又不是很走勢，又沒有前又沒有後的，福多寶這裡都收了姜。
咁啊，分段時間頭段25:74，第二段23:93，第三段23:85，第四段24:01，每段時間22:84。咁啊，賽事完成時係2:07。